私がこの長き夜を照らす一筋の光になるわ。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那今天三十天三十式神的第九期，我们来讲一下新式神锦纳罗啊。那锦纳罗的话，在斗技的定位上呢，是一个比较强力的辅助式神啊。但是它并不像比如说不知火啊，或者轻击啊这种鬼吞啊，可以无脑前三手翻的这样一个式神啊。它还是需要在一些比较特定的对局中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半云外境和半不知火的对局呢，锦纳罗几乎是一个 MVP 级别的存在。啊，我们先看一下御魂。御魂方面的话呢，我是推荐带一个高速冷入道啊，速攻暴击就可以了。满爆的话也不是一定要满爆，差不多就行了，因为它基础暴击15，对吧？6号再带个暴击呢，很容易满爆。那速度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超过240就够了，其实也不用堆很快，堆很快意义也不大。好吧，御魂方面是这样，然后我们来再讲一下他的技能啊。锦纳罗的技能方面呢，他跟茶几其实挺像，他感觉是一个辅助版的茶几。你看他二技能的话有很多效果，但是他的二技能在释放效果上跟茶几不太一样啊。茶几就是龙叶茶几啊，这个照顾下门心啊。就是说茶几的二技能你是点了以后选一个效果，然后再用三技能释放，对吧？但是锦纳罗的二技能是点了以后可以直接用，可以直接释放的。比如说一个神功华辉啊，刷出来的话点一下就是一个 10% 的拉条，对吧？再提升 40% 伤害。那它有五个效果，它并不是每一个回合都是五个里面任意给你选择的，系统会给你五个里面选两个，然后你再从两个里面选一个。就是说这个技能是稍微有点堵脸的，但是在中速拉锯战里面呢，我觉得就这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并不是说你开局一定要摸到什么东西啊，这个其实就一个回合，你回合多那他锦纳罗就离成为一个完全体越快，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先还就看二技能吧。二技能是最重头的，就是你放完这个效果以后有一个自拉条 35%，然后还有一个效果呢，就是说受到暴击伤害降低 50%， 开始的时候受到暴击伤害降低 50%， 然后后面呢这个会这个就是降暴击伤害会变成提升暴击伤害，这个效果跟茶几也是挺像的。还有呢就是二技能放完之后有一个一回合的庇护，对吧？就这些效果，这是二技能的效果。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虽然说一技能的效果里面加到五级会有攻击会附加前一次弹奏的绿荫效果，比如说你二技能还是以神功华辉做例子吧，你第一回合二技能选了神功华辉啊，你第一回合二技能选了神功华辉，那你第二回合你用一技能打的话就也会有一个神功华辉拉条 10% 的效果，但是啊你用一技能的话是不享受二技能的这个自拉条和这个庇护效果的啊，这两个效果是没有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对面有控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去用一技能啊，还是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量保证一个开二技能，去保证一个自拉条和自己带一个庇护啊。但是还是要看，就是还是要看情况去放一技能和三技能，这就是一些实操的问题了。三技能的话呢就是一个技能可以打对方五次啊，然后呢五级的效果比较重头啊，会附加弹奏过全部的绿荫效果，就是说你二技能你放过的效果它都会上啊。比如说你第一次啊用了一个华辉拉条啊，第二次用了一个熏风去回血，第三次用了一个撤去打火驱散，对吧？啊，你这些全部用过一遍的话呢，你这个三技能放完之后这些效果会全上一遍啊。这个效果的话，如果大家打最近这个活动用锦纳罗的话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特别是五个韵律全齐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效效果。当然我觉得这个初第一次看觉得哇好好看，对吧？那打活动打多了就觉得哎这个动画好浪费时间，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带法呢，除了龙入道也会有带真女的用法，这样的话他的三技能打起来会比较疼啊。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带龙入道好一点，或者说带火灵啊棒金啊这些队伍缺的功能位也是 OK 的，好吧？那锦纳罗的话呢，现在空讲可能大家对技能没有概念，我接下来放两局对局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好，这个其实就是周一晚上直播的内容。那因为这期的话毕竟是新式神嘛，肯定还是有很多朋友关心
这个式神现在上场怎么打，对吧？所以说这期就没有做的太萌形象啊，这期就直接放明式对局了啊。因为我觉得半云外境和半不知火的局呢，上锦纳罗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看到我二手就直接放了，对吧？几乎是必用的一个场景啊。或者对面我半云外境，对面半化金，我也会大部分情况下会用锦纳罗。那三千以下的话，锦纳罗能不能用呢？啊，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三千以下锦纳罗的，功能性方面不是功能性，就是地位方面，感觉和九次良差不多。就是你可以用它去上三千分，但是其实不是一个最佳最佳的套路。我觉得最佳套路还是那种，比如纯一素的鬼吞化金套路，或者说坐地的轻机化金套路。好，那就是我们这次讲，我们就来讲啊，开场来孟婆去，一坐下来，对吧？那毕竟孟婆的话，一素比较快啊，所以命中一般不会太高。所以说我们这边属猪是高抵抗的啊，抵抗住孟婆。之前一个版本孟婆对属猪的效果很好，就属猪打孟婆效果不太好的原因，主要是上一个版本孟婆云外景鬼吞预言都是一起出现的，对吧？这种情况下孟婆的机动性非常高，它可以无限把属猪往后推。但是现在这个版本预言和鬼吞不出现在半云外半不知火的局里的话呢，属猪打一个单孟婆，打一个没有拉条的孟婆还是可以顶住的，可以顶住的。包括你看对面的孟婆为了追求一速去弄个散件，那其实就更加吃亏了。那对面其实也是上锦纳罗的，这个其实也是前五十的对局了，就是说明其实在这样对局其实大家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锦纳罗的确是一个必须要，也不是说必须吧，就是上场上了肯定不亏的一个式神。好啊，到我们锦纳罗这边行动了。哎，你看开局之后，你看对吧？有五个银缕，但是系统给我们两个，我们再选一个的。红色的这个就是孤立的效果，哎，触发了轮舞道，对吧？就是它要快速刷银缕，所以说轮舞道能触发的话会很爽啊。这里的话，我们第一下先上个孤立，第二下上个拉条啊。孤立的效果就是，被上了孤立的单位呢，不会这个受到的伤害就不会被分摊了。比如说小白的守护啊，包括焦土的这个连线啊，对吧？对他都没有啊。这边是一个操作失误，这个打得太快了，忘记上小蛇了。但是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已经开场一个孤立上去了，然后再一个拉条上去了，而且呢，这个对面的孟婆也开始就是这个已经是我这边属猪蝉已经开出来了，所以说优势已经建立了。那我这边锦纳罗你看前面已经有一个孤立的效果，对吧？打小白，对，一个孤立的效果，我们不用孟婆去控住小白，我们也可以孤立对方一个单位，隔着小白去拆对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选择了，对吧？那我这个回合的话，因为之前的很多效果都打过了，对吧？那我再来一个攻，再来一个撤，对吧？那我现在的话刚一个撤一打就是一个解控加上一个打火，都是我现在队里非常需要的情况，对吧？这局当然是我比较欧，但是我觉得用来展示锦纳罗的强度非常的合适，对吧？那我这样的话其实刚刚的一些控制也驱散掉，你看现在的话放过的效果三技能里面都会有显示，对吧？那我这里再放一个这个熏风的效果，那我们就把所有的效果都集齐了，对吧？他后面又砸了一下这个轻机啊，你看现在我轻机血量最低，理论上来说的话应该是小白守护，但是因为我的轻机也被上了一个孤立，所以说所以说现在还是刚刚的话轻机还在掉血，但是轻机的话本身肉度还可以的，对吧？虽然说我刚刚前一回合忘记放小蛇，现在才想起来，但是还好没有出大问题啊。好，一推啊，轮到我们了。现在我们三技能五个效果都有了，直接放，还有个特效，看一下这个伤害，对吧？隔着小白直接一个大招秒，对不对？这就高速轮舞道，隔着小白直接秒对面锦纳罗。他的轻机是选择小蛇放给我的轻机，但是我的小蛇就决定直接放给他的锦纳罗了，因为隔着小白去带走一个放了小蛇的轻机太肉干不掉啊。我们的话就优先把对面能干掉的干掉，然后把对面的锦纳罗干掉之后呢，对面这个队伍就没有驱散了，也没有回血了，对吧？然后我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满状态的锦纳罗的，当然对吧？刚刚看到了，我放了完大招之后，他预战金射箭，我是会被沉默的，对吧？如果说是开二技能的话，那不会被沉默，因为他有个庇护，对吧？可以挡一个效果。预战金的四封沉默是第一个效果，他后面分被动分御魂挡不住，但是沉默是挡得住的，对吧？不影响我们下回合继续开二技能。那如果开一技能和三技能的话呢？锦纳罗这个效果就会就没有那个自拉条和庇护的效果了。所以说，
这一局其实是可能看出锦纳罗强的，但是刚刚那局的确比较欧，对吧？融入到出发的有点多。那我们再来看一局啊，还是一个前五十的半影外镜对半不知火的一个对局，依然是两边来上一个锦纳罗。然后这局呢，对吧？我想了一想，对吧？毕竟分段比较高，那还是怂一手上鼠族啊。结果对面也上了一个鼠畜，两边都比较怂，对吧？其实锦纳罗的话，对于半镜和半不知火的这组对局，其实是提升了很多斗技体验了。如果说大家上个版本的半镜半不知火也打过的话，知道这个对局有多阴间，对吧？打得非常非常慢，两边有的时候是这种，就是两边轻击互相打三拳，看谁把谁先把谁的血上限打下去，然后还要拼一专精射箭，拼鼠猪的抵抗驱散。啊，有的时候还会有偷轻击啊，就是 SR 轻击，非常非常的阴间。那上了锦纳罗之后呢，首先我觉得这个对局预转金这个位置，我感觉甚至可以动了，对吧？因为鼠猪加上锦纳罗的双驱散，其实不是特别怕对面预转金射箭。我个人认为啊，预转金这个位置其实可以换别的单位的。那换什么别的单位呢？可能这个礼拜后面我再去想一想。我觉得预转金好像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对吧？你看对面也先摸到了一个撤啊，摸到撤之后就可以驱散了，对吧？全队一个驱散，再加上鼠猪的驱散，这个双驱散其实预转金根本骚扰不到对面这个队伍了。哎，这边有火的话呢，就盯着对面这个锦纳罗去打。对面还是秒我轻击啊，秒我轻击。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先杀好杀的，你隔着小白去带走一个放了小蛇的轻击，我觉得太难了。我们还是先把锦纳罗干掉，因为锦纳罗在这个队伍里同样也重要，很重要，而且锦纳罗的后期能力真的太强了，对吧？这个队其实还是有点拼招财拼木妹的这种，这个对局还是有点这种意思啊，对吧？我这边招财出了，我就可以放三技能了，对面没出就放不了。啊，这边再续上。啊，再到锦纳罗这边啊，这个黄色的是拉条啊，再拉一下，对吧？拉一下，然后进度条上很快又到我们锦纳罗行动了，因为有自拉条啊。好，这边属猪，对吧？演戏不驱散啊，没关系，普攻一下。好，小白的话火多，对吧？火够多。像这个局的话，像上一个版本的话，会是上天井下比较多，对吧？打火位是天井下，而用锦纳罗呢，就用锦纳罗打火就完全 OK 了。它不仅可以打火，还可以驱散，还可以拉条，对吧？还可以奶，还可以给对面上孤立，对吧？那个完全就是比天井下好用多了。当然，因为锦纳罗才出了没几天啊，所以你看，哎，特别是这个蓝色的这个撤的效果。摸到以后是真的不怕对面预转金射，随便他射，对吧？我这边双驱散在，根本不慌，鼠猪演戏都不慌，啊，再打一个心之咒上去。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考虑上一个，就是预转金这个位置啊，真的可以考虑上一个，比如说 SP 旅，对吧？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其实在有鼠猪的情况下也不是特别怕对面被预转金射穿，对吧？还有锦纳罗的驱散，后期的话驴妈跑起来就相当于一个是双，就是相当于一个是一个双驱散双啊、三驱散双拉条的队伍，你看，对吧？这个级的效果我又攒了一堆技能，对吧？一个级把对面的锦纳罗加小白原地直接拆掉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锦纳罗的强度，对吧？打小白队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跟轻机配合的时候。但是他的队友的话呢，可能这个礼拜后面的对局我再会优化一下这个阵容，对吧？比如说刚刚提到 SP 预转金，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好吧？那今天这期锦纳罗的攻略呢就到这边啊，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就大概知道锦纳罗在斗技中是什么样一个定位了，好吧？那今天的攻略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